有三段对无？望春风，思慕的人，啊，甲市村岭。啊，望春风，诶、欸，歌头前前奏的时阵吼，大家拢坐你的位的，你要坐也好，要徛也好，你著定迄个位，拢莫颠倒。歌开始落歌的时阵，有人会先唱歌，就是我们的石领轩，他会先起第一句，咱就对，嘿，咱对嘿，伊的先唱，歌也无伴修订的。是冷风对面吹，吼、哦，即句伊唱，伊唱完即句，咱唱十七八岁开始唱，咱就大家拢徛起来，啊，徛起来吼，但你迄个位，你会当安尼坐，安尼坐拢会使，就是徛喺迄个位唱。唱完的时阵，即条诶，迄、那个望春风唱完，是不是中一个间奏，有一个间奏，间奏你就开始换位，换位要做啥呢？第二条歌落歌的时阵，输无的人，你去甲甲大家握手。你会使换位，去甲现场的人、所有的人握手了去，吼、哦。第三，你着握手完，吼、哦，拢握到完啊。第三段要开始进行有一个各一个间奏，对无？第三段的间奏的时阵，咱着按行来头前，咱家摆做一排。Okay. 嘿，啊，面对观众，大家都上台在老师的前面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安尼大概。啊吼、哦，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叫快闪？结束的时候，大家就要从两侧赶快闪，谢谢之后就赶快闪掉了，就回你的位置就对。对，就回去你的位置啊，个人你要你拢有你的你要单挂是啥拢好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大家有清楚无？有问题无？好，会使吼，安尼咱大家试看卖一摆好无？好、哦，好来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这样快闪啊，就刚刚这样，完了就那观众都闪光了。快闪人就是哦，懒闪啊，第二种是唱啊，啊鸟不搁唱啊，大家无看。啊，未啦，咱这拢吼做下来啊，咱明仔日有这个吼、哦，这一挂迄落歌后歌王你带队吼，伊若音嘛唔对，正经观众就闪光啊，啊所以绝对找迄落一七八的吼出来带，所以绝对 OK 啦吼、哦，来试看卖。Thank you.
哎、欸，啊，歌词你敢有这个？哎、欸，你有歌词无？无、欸。捌听啊。捌听诶。有手机即卖吼，即卖时代足方便，安尼讲。你叫恁囝、恁孙吼，叫恁囝、恁孙阿嬷吼，想要唱吼，苏无诶人，新春岭，还佫什么歌第一条？望春风。你叫恁孙阿公阿嬷吼，要来唱这条歌，你搞唱出来。即卖吼，即个时代是网络的时代，爱唱的歌吼，直接拢出来。哦啊，因为你若想要唱，你就甲创个手机啊。你若搜寻吼，拍一个名，伊就拢出来了。哦，什么歌都有。好，啊，迄、那个快闪吼，原则上就是开始吼，咱、哦、的开始就是林轩，林轩嘛吼。我拢甲你，迄天拍你拍烦。好、哦、拍几十下一下无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尾嘛拍唔着吼，我操！吼、哦、啊，林轩吼、哦、就先上，吼、哦、然后起头以后，然后同学吼、哦，就像迄个完成所唱方法吼。好、哦哦、啊，咱过来就是文雄大哥来加，来掌声鼓励。这条歌是你捌比赛过吼？第四名啦。对。未算，咱第四名。你看你看你看我看你看你看大家唱一首蔡秋凤所演唱的《江》。
Thank you.
吃后呢吼，拢背起来，你背几工？三顿背，透早背，中昼背，暗时背，要睏搁背。我拢背起来。哇、啊！哦，你啊考试第一名，一定一百分。下顶大家就是无安尼安尼变，变着大家拢吼，哦，叫你开始大家拢背起来。哎，刚才你，学你的精神。读国小，我一工就拢背起来。安尼。老伙仔，最老的，你来坐。哦，老伙仔，你既然背起来，安尼，阮来检讨，咱只拢来检讨。你只吼，爱大家爱检讨啊！你看人，年岁同侪，既然背起来，你背袂起来，恁大家爱检讨。后来咱，后来咱这个小朋友来拍看，许素贞，啊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喂。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啊，安尼你无听笑？啊，听笑，听笑。太有名，太有名。反正对你讲嘛，你也要背伊哦。啊，今嘛。Oh,
苦。哎、欸。因吼，因行一变快闪啊！啊，
头前就快闪，后壁变人家闪光了，伊是谦虚啦。哎，老师，你嘛把我淘汰，我嘛卖。无啦，那会，袂啦。哎，素心，来，你话你。后来，咱今麦过来，迄个，来吴阿月大姐，吴大姐来，暖暖刷轮仔。我本来是想讲因人要请，结果是你要独唱，甲恁人招来啦，啊，甲恁人囥在厝内用，啊，你安尼袂使，对吧？按较敖唱安尼刷出来，安尼小红熟悉一下，啊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要出来啦。我啊，但还袂记，但伊迄届安尼。一睏啊，尔来，人伊话厉害，拢免学你啊，拢免看。我那袂记，我想要看，我想要看，我问你，问你，你真好。
喂。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谢谢。我要唱一首《雨伞》。
OK， 赞。开始拍子小可无稳，尾仔就 OK 啊，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完成。母女哈，来。这个什么调你没有写？要什么调？因为你要告诉我，因为卡拉 OK 上面 就分男女调，手机上面没有写，你要告诉我什么调，那我再来调整。哦，我原则上都用手机来调整，手机我这十二个调都可以变。
好、哦、所以今天就知道你的 key 是多高、哦、那刚刚他觉得感觉上他有点唱不上去、哦、那我就会降一个半音、哦、所以礼拜六就唱降唱降一调。好，那你刚才说的英语怎么样？姐妹，无啦，即摆吼，都阿袂讲咱拜六要穿什么衫，麦讲我统一，我是讲建议吼、哦，咱穿顶完。是讲即个天寒，你也为了迄个颜色，大家寒死啦啦脱啊！啊，你穿外套来，搁然后套一领鞋子，感觉足奇怪。我就算了，无要紧，咱无可能搁去做衫嘛。欢迎啦，欢迎啦，大家欢迎就好啦。出来，敢那出来佚佗啦吼，无要紧。后来咱请林轩，林轩出来唱。月儿向你望，好来，掌声鼓励。啊？发什么血两首啊？啊，你搞唱，你无去唱，你安尼来唱？会唱的我唱我给，啊、哦，我无意见。不然你就是开头唱一首，结尾唱一首，有头有尾的。好、哦、，OK。来。喂。学生吼、哦，已经有各一点了，要来落籍，啊，遐钱要捐予家务中心，啊，但是顶回事情甲讲，碍于这个吼、哦，因主任讲不大恰当了。对，因为我有去问过那个每个单位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农会要有募款的话，我们要去申请一个募款的证号。字号，因为咱农会无募款证号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就是你的立场就不符合那个规定上，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做募款的动作这样子。因为咱农会本身没有募款字号，所以无法懂。是以老师的老师，因为这是以每个单位去要申请的部分，对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募款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，因为立场就不对，对啊。好了，不要勉强了哈。来，那我们家请林轩啊、哦，谢谢素心啊。跳舞班够不？都，他们也结束了。结束了，但是课程嘛，都结束完，密码都也过了。对、嗯，桥边。哎、嗯、呀，桥边的话。啊，多少人讲？Thank you.
个，不然就是不要两首都排在一起了，把他的一首排到前面，我排到中间。把那个蔡丽琼的，那个原来第八的位置排在前面，把蔡丽琼排在那个他现在的。你再把它改一下哈。好好好，那个毕颖这台给你提回去。我利用一台闪你啊，因为我有两台没有在用，没关系啊，一台闪你啊，那个我女儿买的，那个时候买5-6万吧，啊没有在用啊，那就送给你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哈，咱过两条哦，尾啊咱的大合唱祝你幸福哈，啊咱合唱一请咱请林轩唱甜蜜蜜。今天就知道说版本不适合，那你就是小心，你带你的那个，你把你的伴奏音乐放在随身碟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安尼了解啊，我今你今嘛出差也在，你拜来讲，哎呀，拜托，我唔对，领导来接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可以啊，那我再把那音乐传给你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最后一首《祝你幸福》，大家听听。哎，这个歌词谁的歌单？然后最后一 ending 哦，最后一首，哦，大合唱。